你點樣描述自己？因為我天生就麻麻嘅，我爸爸問我：你知唔知畫畫係會好窮噶？我話我預咗噶啦，窮又如何咧？實質我覺得喺自己居住嘅地方，日日都咁噶啦，咁你就覺得唔需要去睇。但係實在唔日都唔一樣。我是畫畫的人，不玩得的。什麼叫不玩得？當然不是不玩得，如果不玩得我就不會跟你這樣說啦。就是啦，來加你越早定到你自己定位，你才知道你欠缺的是什麼，你追求的是什麼，你向哪個方向走會接近多些你想要的東西。所有人拍紀錄片都是為了尋找自己。Day one 我已經知道呢件事佢原型唔關我事，係關你事。你係最 stop。你咧就覺得我問你嘅嘢就係我要擺，即、yes. 係你講嘢。係。It is not true。就因為我靠近我個本性多啲，所以我做嘅嘢我自己中意多啲。即係如果咁都唔快樂，我就真係唔知點先快樂。